我是小米，我开始跳健身操完全是被动的，心想身体好好的，用不着去花那份钱。后来我开始变胖，为了减肥，我又吃药又节食，都没什么用。于是，在朋友的建议下去跳了健身操，没想到。几个月跳下来，我整个人从里到外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，不仅身材苗条多了，更重要的是找回了健康和自信的感觉。工作再忙都不觉得累。我最大的体会是，跳健身操不仅锻炼身体，而且能让人有个好心情。在这6年多的时间里，我每周都抽出2、3个晚上去跳健身操。虽然现在的费用是6年前的2倍，但这个钱我认为很值得花。